现在是2023年8月20号凌晨，你看这个，哦，这个雨呀，暴雨呀，雷雨，这雨要用泼的呢。不知道，上次我台风天那个杜苏芮，哇，杜苏芮雨都没有像这么大。怎么样？这狂风暴雨要闪电了。风暴哎，你看到？哦，那前面的那个雨声都会被吵醒，太夸张了！打雷闪电，我感觉好像跟台风天没什么两样啊。叫狂暴啊！哦，这雨还是用泼的呢，雨都用泼的啦。嗯。